彩圈二日出席活动，穿着半透明深 V 洋装，大修果拉曲线，真的超级犯规。刚过完生日的他，生日愿望竟然是暗示明示的说想要去旅行，没有老公小孩的那一种。单人放假、哦，一个故意让自己宠爱自己。当妈到底有多累啊？让曾凯旋这么想逃？不过女儿这招撩妈术又让他瞬间融化啦。他很会耶，他是说。他有时候看我煮饭，他就是说妈妈我几岁可以煮饭，我说可能还要很大哦，他说那我以后可以煮饭我就帮你煮饭，你就坐在这边放空好了，就是诸如此类很甜蜜的话。哎呦，生女儿就是贴心。不过聊到女儿的表演欲，曾凯旋大叹一口气啊。表演欲比较多吗？有耶，怎么办？他很喜欢唱歌跳舞，所以他每天都会在家唱歌跳舞，然后他很喜欢人家看他，然后帮他排手，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很冒汗。看来妈妈后继有人咯。非凡娱乐台北报道。